93是年份。对，下面93知道了，后面两个数字和你的作品有关。第一部作品应该是《匆匆那年》，8月4号，84。对，9384。9384，后面接下来就剩个出道的年份。是的，5周年。跟着白哥走，幸福在招手。从各方面动机吧，我都是比较怀疑合作案的这个可能性。他要复仇整个 Color Seven 的7个人，这4个人相继被我和他哥哥干掉。我们整个团体里唯一一个还活着的人就是无所谓。一个定时装置，这个气球一飞把那个东西就带走了。我猜测他是拿走了牧场的梯子，然后搭在了真的房屋外面，然后爬上了天台，在这个天台上，就是在这个天窗上把这个蜡烛熄灭，引诱真去点燃蜡烛的过程中把头露出来，然后拿刀进行行凶。在右边的这个排风扇里面有一个蜡烛，一条鱼线穿过他的身体。我推断这是一个延时装置，也就是制造一个不在场证明，把这个毯子铺在地上。他为什么把这个卸了？是因为这个东西过不去。 对，往外拽，再拽就锁上了。小白完美，不管你是谁都逃不过本骑士的手掌心儿。